Hello， 我是小叮当。有小可爱想看黑色泥混泥，翻遍了我整个泥架子才找到这么两盒算是灰色的泥。就这么两盒该怎么玩呢？不如用100张我最爱的紫薄纸来混个泥吧。上我丁家祖传的大脸盆。大兄弟，你有点脆呀。这一盒像银河一样的泥还有点微绒。哇，这个偏光好炫呀。接下来就是铺着100张紫薄纸。感觉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，用过的纸都有这么多了，可是紫薄纸还有这么多，还是继续吧。嗯，我都困了，总算把100张都贴完了，屏住呼吸，给你们听到沙沙的声音。哇，这样抓好过瘾，质感特别神奇，你们可以先猜一下它混合后的效果。 Oh my god， 这个颜值比用闪粉混泥好看多了。天呀，这也太好看了吧。 Sorry 啊，软软的特别好戳，抹布也没问题。好啦，想看我用什么其他材料混泥，在评论区告诉我吧。下期见，拜拜。